争，但华人子女之教育并不为当地政府所关心。新中国建立初期，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跌落至冰点。彼时，新加坡为英属殖民地，中国的留学渠道不在，而受限于从小的中文教育背景，不会说英语，去英美留学也几乎不可能。因此，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所自己的大学。1950年1月，南洋橡胶大王、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史倡议创办一所华文大学，并集席认捐500万元，同时以福建会馆名义捐出500英亩土地。这可是20世纪中期，又考虑到新加坡是个小国，500英亩已经是当时国土面积的1/400。这可是真真正正的大手笔。他说，无人为维护华人文化之长存，实有创办大学之必要。陈六史登高一呼，新马华人社群的工商界、文教界、劳动界空前热烈的响应支持，上至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当时全新加坡1500多名三轮车夫一拉，演员一演，的士司机一使，建筑工友献薪，舞女协会一舞，理发师一剪，赛马协会一赛，以及义卖、义唱、义画、义展、个人义捐等等诸多善人善行，再由各个华人知会统一上交。就这么一元一角一分，筹款凑出1500万元之多。同年七月，陈六史先生主持动土典礼。他说，我们是在这片荒土播下文化的种子，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将与日月同光，天地共存。在当时的英属新加坡，建立一所以中文教育为核心的大学，注定遭到当局的打压。南大不仅学历不被承认，连注册都面临困境。但这时校董事会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他们选择了曲线救国，在公司法令下注册了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以盈利教育机构的身份，终于算是获得了招生的许可。哪怕学历依旧不被认可，哪怕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援，至少南洋大学成立了。执行委员会先后致函邀请过生物学权威林可胜、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胡适等人出掌南洋大学校长，但都没有得到准确回信。正当委员会忙着物色校长人选时，在纽约担任台湾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的林语堂先生透露其深感兴趣。1952年10月2日，林语堂到新加坡任南大校长。11月15日，林语堂举行首次校务会议，秘密进行。林任命女婿为行政秘书，女儿为校长室秘书，侄子为会计长，要执委会把预筹的2000万元悉数交出，由他们全权支配，执委会不得过问。此言一出，各界哗然。陈六史及多名校董几番耐心与他谈判都无成效，林语堂甚至要请律师起诉南洋大学董事会。林语堂的律师马绍尔先生深感南洋华人血汗钱来之不易，不忍为之起诉董事会，也希望双方和解。在和谈中，林语堂指责陈六史背信弃义。陈六史在南洋地区从事橡胶交易数十年，一言九鼎，迫于无奈，双方最终决裂。学校同意支付给林语堂及11位教职工共30多万违约金。陈六史不忍南洋华人捐款用作此途，独自替南洋大学支付了这30余万元。正当南洋大学迅速建立规模时，本地区的政治发展亦在迅速演变，新加坡自治邦即在此时成立。1959年3月4日通过立法确定了南洋大学的大学法定地位，从此官方正式承认南大为新加坡教育制度中高等学府的一环。但就在南大成立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是当时反对党领袖，从当时起一直到日后担任总理，他对南大都抱持反对的态度。李光耀认为，南大毕业生未具备掌握英文的条件，他们未必能够在政府部门或私人领域谋得一职，并且新加坡弹丸之地，如果让华人势力过大，必然有碍于新加坡独立发展之路。李光耀先生是最著名的海峡华人之一。所谓海峡华人，是指在英国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及其后裔。现如今，李光耀先生常常用中文发表讲话，但其实他年轻时并不会说华语。他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在他长大的年代是以成为英国人为荣。而与海峡华人相对的，
则是传统华人。陈六史先生就是传统华人，他们说中文，甚至自称中国人。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华语作为传播这种意识形态的媒介被强烈排斥，而南洋大学作为一所华文大学，自然也难逃清算。1959年，政府不承认南洋大学学位，与南大师生发生冲突。1960年，新加坡执政党的亲华左派集体退党，成立反对党，在包括南洋大学的各华校内发展组织。1962年，马来西亚向新加坡政府施压，将清除反对党定为新加坡并入马来亚的条件之一。形势严峻，一触即发。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开始。冷藏行动是一场由新加坡警方主导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于凌晨3时开始，以同年通过饱受争议的内安法为依据，共计逮捕107人。以华人为主体构成的反对党领袖被席卷一空。同一时刻，约1000名警察包围南洋大学，在校园内逮捕南大学生及毕业生14人。被逮捕者中的很多人，在铁窗中过完了他们余下的一生。南洋大学创始人陈六史先生也在这场行动中被永久剥夺公民权。8月31日，新加坡成功并入马来亚联邦。9月21日，军警再度开入校园，剥夺校内6种刊物的出版权，又逮捕5名在籍学生和7名毕业生。10月7日，南洋大学千余名学生集合到政府大厦前草地，向戴总理呈递请愿书。1964年6月27日，3000名军警进入校园，逮捕了50余名学生，封闭南洋大学学生会，学生展开绝食抗议。7月29日，南洋大学学生再次请愿，游行队伍被镇暴军警驱散。1965年，新加坡教育部委托著名教育家王庚武先生对南洋大学进行学制学术评估审查。1966年4月25日，南洋大学采用王庚武报告书的建议，改用英式的3年普通学位学制及增设荣誉学位，以取代原来的4年本科制。作为回报，政府宣布承认南洋大学学位。1975年3月14日，教育部长李昭明兼任南洋大学校长，对南洋大学进行彻底的改制。迫于政府的压力，在学制、课程、人事、教学语言、招生等方面都有不少变更，最终已成为一所以英文为主要教学语文的大学。然李光耀治下政府依旧不肯善罢甘休，强势推行英语教育，大量关闭华人小学中学，釜底抽薪，使南洋大学失去生源。1980年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第念一届，也是最后一届毕业典礼，而后与新加坡大学合并。1981年，原南大校址上建起南洋理工学院，并在1992年发展为今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大学25年的历史宣告结束。最终1980年，南洋大学在政府的逼迫下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大学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后，新加坡政府铲除了南洋大学全部遗址，在原校址上建立南洋理工学院。南洋大学的所有痕迹全部被湮灭，政府禁止所有媒体提及南洋大学。今天很多新加坡人也已经不知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南洋大学。回想起数以千万计的南洋华人在异国他乡忍气吞声，含辛茹苦一辈子，为了下一代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惜省吃俭用，义卖义务，用血汗钱筑起的大学。回想起这一首南洋华人的慷慨悲歌，不禁一声长叹，也不知今日还有多少人真正会过问一二。唯有南大牌坊上被翻修至焕然一新的1955字样，在岁月中静默，沧海变成桑田，再变成沧海，它只是任人评说。